也飞飞嘿。哇，吴欣逸的车车城市，车车城市居然还有老虎，还有猴子，还有小屁孩被脸挡住了，警察，还有警察车，还有小猫，然后老爷爷没有车子哎，怎么办？老爷爷要开哪一台？这一台没有人开。他坐后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坐后面。他可以这样。Elsa 呢？站这里。不是啊，他坐后面，不是他没有了。他可以坐着啊。嗯。哇塞！哇，这样每个人都有车子了耶。对呀、啊。那不就要来盖一个房子给他们过去？好，我们得过去吗？还是我们做一个山洞？好啊，那你会做山洞吗？嗯，不行啊，他怎么做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怎么做就可以。那要盖成房子，要盖一个房子。我要盖很高的房子。那我要盖一个房子。哇塞！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。这样是一个房子了吗？这样可以过去吗？哦，刚刚好耶。哇，你怎么会盖那个？你做那个是桥啊？不是。我找到一个红绿灯耶。咦，这是红绿灯。哦，红绿灯放这里。红绿灯。还要再做高一点，你要做一个巴黎铁塔。我帮你找这个大块的，这个很大，要找两个红色，还有绿色。哇，你在盖那个桥好大哦。你在学校有学这个啊、哦？有积木课吗？有啊。有啊、哦。我们都上积木课。所有的小朋友都有上吗？哇，好像一个臭脚丫这样子，脚开开哟、哦。你看，这是我做的，看看警察车可不可以？这是我做的山。哇！通过山洞，哇，可以呢！啊，还可以叫其他的车来吗？那我们上面还放一个，可以再把山洞变高一点吗？